我的手全部晒脱皮了。我的妈呀！脱皮严重啊！主动要喝啤酒嘞，喝点嘛，喝点好睡，不然晚上回去他们都打呼的话，我拿个杯子。好像就是我昨天喝的那个，每天运动量过大，适当的喝点。我喝酒别的都可以不要，就喜欢整花生米。脆得很，你说花生米吗？喝完再用，还可以。那这个也是你的，我跟我妈喝一个。啥？我喝不了多。你们一人喝。我在日月湾。日月湾兄弟。日月湾度假区附近，欢迎兄弟们。真香，十一个羊教练的话，多次备孕。
真心实意的能培养感情，能把这个团队带出来，那就是做吃住。然后吃住这一块我算吧，在这边房子的话得1300。猪脚饭。猪脚饭。我始终感觉他们这边做的猪脚饭比我们那边应该要好吃多。我在成都也吃过猪脚饭。怎么说？有的时候。我在成都也吃过猪脚饭，但是。好几个人弄一张。为什么没这么好？没有了这个，他当然，他们愿意睡一块就睡一块，不愿意睡一块。味道没有这么好。不，说实话，他们有。不能对瓶吹啊，只能用杯。有的喜欢是睡一块无所谓，有的相处的好嘛，不用你说太自己要求谁跟谁一块儿，但是有的人家希望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个人隐私，有的或者说男女朋友，只能用背包。需要整点饭，这个汤泡饭才干一点。成都一般是蹄花，有蹄花，老妈蹄花吗？老妈蹄花可以啊，又趴又落，应该也无限续。成都的老妈蹄花。双流的那个冒茄子粉，都还不错。一般的厂家只能印这个背面，只能印那个啊，印这个。这个猪脚饭应该是源于广东这边比较近。反正我一路过来，大半夜的，就在路上有卖这个猪脚饭的。什么时候我要去尝尝他那个猪脚饭？感觉也很特别。他有猪脚，有肥肠，有七七八八的东西。反正我在海口是看到好多。不仅仅是单纯的龙骨什么金色块的，这把这猪脚饭跟广东的也不一样，可能是我太饿了，吃什么都好吃。哎，对，韩兄，你那个定了吗？你过来的时间定了吗，韩兄？其实我自己做能做起来，但是你一直想做阿姨的生意，那我就和你了。这个讲白了起来就是。
你别，我现在用你的物料，还有用你的这个三轮车，这是我是在用你的东西在。我已经跟你，我那边已经。这个指甲是真可以。啊，可以吗？浩浩，我这个叫可以。要不我到了那个，到时候我骑行走一圈了以后，在海口又也给你整一个。剩下的这些东西，然后我就给你。出川唯一不习惯的就是没有泡菜吃，不爽。不是，喝彩哥。因为我当时泡菜是有，只是没那个味儿。泡菜绝对有。我也鼓励他们去，但是没那种味道。贺大哥，我记得你好像不是四川人啊，我上次听你说过，好像你只是说可能常住那边，然后爱上了四川的泡菜吗？哎，浩浩，四川的泡菜确实，确实还行。渠道，现在渠道两个月入川的已经川化了，没有。那你说你是四川人一点毛病都没有，两个月就入川了啊？那你说你是四川人一点毛病都没有。上次问那首歌叫啥，贺彩哥他自己都忘了。我在新疆的时候，在下雪的时候，他点的那首歌让我唱，他自己都记不得了。他有时候报价不明白，我觉得对，他报这首歌还挺好听的。看得吗？姐看懂的，歌词一句也记不得了吗？记不得了，都半年都不止，差不多就是半年的。不知道喝茶哥还记不记得，当时是喝茶哥点的，连歌词都记不住。但是肯定是在我的歌单里面，回头我翻一翻，把它找出来。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，叫那个什么富什么雪，我想起来一点点，富如雪还是这个电视里面的一个主角叫什么雪，富什么雪，是这个电视的主题曲。哦，富红雪，那个主题曲的歌叫啥？就是那首歌，就是那首歌。好像那首歌在某音也挺火的，用的人也挺多的。现在喜欢听一首叫《没有回头路》，没有回头路了，跟少爷现状有印象。没有回头路了，编程样子，不是，哎，
边城那子我放一放，我放一放。我搜一搜啊，看看对不对。我在这儿的话，我手机声音怎么这么响？我声音，我声音是进水了吗？不是这首歌，不是这首歌。秦之火，我搜一搜。不对，那个电视剧里面的主那个傅红雪，傅红雪啊，有个演员叫傅红雪。这个点还有饭吃，有啊。啊，傅红雪那个电视剧，它里面它不是电视剧，是那个名字的，有个演员，里面有个演员叫傅红雪。然后就那首歌，好的，后海哥，看看，网络好差呀。我这手机废了，快点吃，然后放门了。声音好小啊！我的多少钱？我要把钱给你。30。那这个你是你玩那里是吧？坐那个灯，坐那里是吧？不要去学了啊。嗯，好。坐。啊。等一下是吧？关那个灯啊。嗯，好。再来一份猪脚饭，航兄吃不动了，吃不动，吃不动。30什么80？老板可能好像出去是有事儿。他的门都关了。
门都关了，然后我们走的时候把灯关了。喝茶哥，我现在听不了，我这个手机的声音拉了，今天可能是那儿在海上打坐的时候打拉了，听不了。30块不是80块，一个饭一个花生一个酒，30，还好吧？对不对？还好。这个烟雾都是从那边来的，是吗？买一打在这里，我这个酒量喝一打，昨天3瓶我都没喝完。昨天喝3瓶我都没喝完。我刚才这手机有事切出去了。好的好的好的，妥妥的绿的。我在这坐会儿吧，回去也打扰别人睡觉，回去也打扰别人睡觉。不过我倒是可以拿着啤酒，待会等他回来给。好好，我的酒量你那天不是没见过。我昨天一个人喝3瓶，在那边喝3瓶都没喝完。喝3瓶都没喝完，属实是拉。阿伟，你知道了我核桃就对你说一声对不起。然后呢？然后你不给我刷个飞机表示感谢吗？啊、你不给我刷个飞机表示感谢吗？但暂时不离开这边，我们还有事儿。暂时不离开这边，但有好消息。啊，我懂，我懂，就是你说的那个事儿是吧？可以，可以。先忙你的事儿，我如果说，我的意思，如果说你就是最近要过来的话，就是我可以在这边多玩玩，等等你们。如果说你们有事儿的话，那就我就下次再过来，都可以。行吧。4张板子，2个尾气超下的。哎，浩浩，哎，浩浩，你不是说要来骑行吗？你来不？你来不来？小杰已经回海口了。小杰已经回海口了。包括我还买了那种垫子，那种爬爬垫，小孩弄了80公斤一份。浩浩，这路上一路好多那种卖槟榔的小妹妹，而且都单身哦，彩礼只需要2万到6万不等。你还吃啥？晚饭我给你包一下了。感谢航兄。你在那边待时间长了，牛不觉得发了。我不吃啥了，航兄，我不吃啥，最多就再喝一瓶啤酒。啊，最多就再喝一瓶啤酒，别的不吃了。晚上不能吃太多。好的，航兄 ，OK。先忙你的事儿，你那个事儿重要。再吃点鱼翅，鱼翅无限吃，好吧？看我晒成这样，问题不大。我才哪样嘛？才脱皮，你看嘛，才脱了一层皮，是吧？啊，那是我前两天穿短袖骑的。我这两天骑行我都穿长袖了，不敢穿短袖了，再穿短袖遮不住。天气热也得穿那个薄的湿衣，也要看嘛，晒头皮了。对，那你这个不能穿泳衣。不，它吃起来也好吃，航兄，它吃起来也好吃。要学冲浪嘛，还得接触再说。因为它有的晒伤了，有的时候有爆，第二天有接着爆。还可以啊。如果晒红了，总的来说还可以。没事。
那种保养仪。我下半身晒成非洲鸡了。做好防护嘛，小杰那个比我这个还要严重。小杰的是什么？今天给我打视频。这儿都已经抠烂了，然后脸上脱皮，啊，你看我脸上最少还没脱皮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知道是，但是到水里它就凉了。苗姐还在吃，还在吃，这一盆肯定能吃完，肯定能吃完。李海南实在，我先把环岛做完。哎，对了，浩浩你还在直播间吗？浩浩。浩浩你还在直播间吗？贵州我肯定会去的，贵州我肯定还会再去。但是贵州再去的话，我想找个人跟我一起去，我一个人去的话有点不好弄啊，一个人去有点不好弄，想再找个人跟我一起。你胳膊上再晒晒应该就都掉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你上次给我说的那个岛，就是你那个水库那个岛上。如果说我没找好的时候，我在这个环岛没有找好，我就去你那个岛上做生存。啊，你看行不？但是这边这环一圈的话，去做生存的话有点难，他不让上岛。现在这个海南岛都不让上，海南的岛。你去玩可以，我去做生存的话，必定要生火，生火就要找。要招骡子吗？表哥开店的嘛。表哥要开店，可以是吧？那我到时候没有找到的话，我就去你那个水库的那个岛上去，去你水库的那个岛上去做一期生存。啊，内蒙没有考虑，现在没有考虑要去内蒙，说实话。我现在之前的行程就是说来海南嘛，现在已经在海南了，海南走完。上次天天哥不是说要去越南吗？去越南的话，我就跟表哥，我就跟天天哥一起去越南。去完越南回来以后，就去贵州。啊，就去贵州。但是我又不知道天天哥到底是去还是不去。表哥开啥店？餐饮老本行。老本行，干他的老本行去了。表哥做美食其实做的还行，但是不是说你做得好，你生意就一定能好。天时地利人和，得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行，知道吧？直播间问问有没有正在假期的水友，招募一位一起贵州。到时候我在直播间再说嘛，现在还早嘛。不来了。表哥每天都在直播间，一看你就是不经常看直播。表哥每天都已经睡了。
过热了，什么东西？要不喝茶哥你跟我一起去吧。但是好了吗？现在好了吗，兄弟们？我操，这网络！现在应该好了。表哥，他像我这样玩的话，他玩不起。用凉水降降。航兄，现在冷不热，手机一点都不烫，不是过热。不是过热啊，这现在一点都不热，现在一点都不热，手机一点温度都没有。何彩哥，我刚刚是说让你跟我一起去，不是让你去跟我干活啊，你去钓钓鱼呀、啊，啊，干干啥的，啊，到时候可以还可以在那边真的可以搞一个那个。就是水友在那边一起玩啊啥的，就是一起去打野，我买了，这是就是野炊的那种，八六二四现在缺少像懒妹妹那样的猛子，懒妹妹我说实话，一般人是真比不了，一般人是真比不了。也可以啊，那行啊，对，那样子你就要能买到底座就行，买到底座那奖完了还能发挥的价值。我不行，爸爸年三十过生日了，现在给妈妈一个行，到时候你们想要过去玩的啊都可以啊，都可以一起过去玩。好的，喝茶哥。OK。男妹妹怎么说呢？还是一句话，真的少了，真的少了。我这次出来到现在没有遇到过白事，没有遇到过。就像我昨天说的，你的收入啊达到了你的理想预期，你干啥都能，干啥都行，对不？再加上人家懒妹妹那么年轻，没耍朋友，天天跟我这样干，不太现实。没遇到某女之前还是挺好。哎，黄兄，咱不提这个事儿，不提这个事儿。没意义。水一本，因为我给你看看。就像我说的，每个人，他会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对吧？我们就拿美食来说，有的人喜欢吃辣，有的人喜欢吃清淡。
不一样。你就不能说哎，我喜欢吃清淡的啊，你就必须要强加给别人，哎，你也要吃清淡的，对不对？啊。四川人吃啥清淡的，除非老人或者得了病。我们说的都不是一个事情，我只是打个比喻，拿这个菜，拿这个美食来打了一下比喻而已。好多都是从水友里面找的，别的一些户外直播间的骡子，骡子其实就是直播间的一个玩笑，那个就是直播间的一个玩笑。都不说什么，有些著名。然后是国内的有一家做水的，很便宜，每一个维度能买它两，维度三万多，能买它两个。其实现在的户外还是要两个人，不管你干啥都得两个人，为什么？就是说你想干点啥的时候，另一个人长进能互动。一个人的话，就是你干点啥你可能就不太那么注意弹幕，知道吧？就是有的时候就专注的去做那个事情。欢迎多多。阿伟对于人来人往都看得很淡的，是好事。因为我经历的多了呀，我经历的多了，所以说很多东西啊就看得无所谓，就看得很无所谓。对，最早就是工具人，都是工具人。我以前不也是工具人吗？对吧？当时选择看阿伟也是因为阿伟的格局比某人强一点。豆豆，我谢谢你啊。我谢谢你。你可以找个骡子，他不赚钱，纯旅游那种，或者想从事这个工作。那这种人去哪里找呢？我直播间有想从事这个工作的吗？行，交代两个事儿，就是要不把那边的给他关掉吧。关掉啊，我这边有灯就行。他是连的。你关一下啊，可以，就这样吧。这边还有一个。啊行。他还有一个在这边，他跟我说的。哦，说了啊。啊行 行。哎，好。我们这边开冲浪店的，然后您这边有粉丝，就准备冲浪。开啥？开冲浪店。我今天下午还去冲了浪呢。冲浪啊。啊。到时候找我们。可以，你就不用花钱了啊。到时候你粉丝这边有冲浪，你们是在那个日月湾那边吗？对，日月湾。可以加个微信吧。我今天下午还去冲的，我扫你。我们家衣服板子都是全新的。可以。好，我加你了。OK。
欢迎您到我店去免费体验。你店就在这个地方吗？对，到时候你可以可以可以，你直接跟我联系就行。好好好。啊，松果跟老松两个不知道有多熟嘞，熟的一批呀、啊。刚才多多说这个问题，多多其实你经历的多了，很多东西你就看明白了，知道吧？一个成年人，什么事情该做，什么事情不该做，自己心里面肯定有杆秤，对不对？我跟老宋两个熟的一批，熟的一批啊，真不是一路人。就当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真诚的啊，怎么说呢？当你用心的去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啊，或者是帮别人做事的时候，啊，可能别人那种有心机的人，他就会觉得，哎，你他妈的，又干啥干啥，他就会那样去想你，知道吧？真不是一路人，走不到一起。我这人确实是比较实在，确实比较实在。宋师傅来了，阿伟的弹幕就像弹幕就要像卷毛那样了。哎，那种其实也挺那个啥的。西方只看到了一些表面的事情，一些背后的事情你都还不知道。我跟航兄说的比较多，跟航兄说的比较多，其他人我基本上没讲过，基本上没有讲过。是的，太对了。总之一句话，啊，不管你干什么，做什么，永远只能靠自己。啊，你想说去靠个别人或者是干啥的，啊，真的吗？除了自己的爸妈。我跟锤子宋师傅搭档，我跟宋师傅搭档，我可能几天就倒闭了。我跟宋师傅搭档了。他直播那些嗨粉，我说你们分分钟就能把你直播间搞没了。哪们没分了吗？就跑了，分了 W 啊！你不能说人家分了 W， 是哪们没走？我很清楚他是为怎么走。感谢 T 帅哥可爱东的钻粉，我日啊 ！T 帅哥，我是真的好久没见到你了。感谢 T 帅哥开通的钻粉，比心哦 ，T 帅哥，比心，耐心，么么哒，好像自从新疆关起来以后没见过你了，这是在海南，海南踢这个，我现在在玩环着海南岛走，现在在环着海南岛走。
谁他妈让你来信？我刚从医院出来。你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是这个。美甲还没有掉。我的美甲还没掉。帮你剃这个。口罩。口罩家里人白费什么东西？白费。哦哦哦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啊，没事就好。没事就好。感谢提子哥，感谢提子哥，我真的好久没见你了。过年的这一面。好了就对，啊，平安平安平安，好了就对，走一个走一个。OK OK， 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过年我都还在跟表哥说，哎，提子哥，好久没见他了，你头发怎么绿了？被安排的。爱心脑壳被安排了，被安排了，被安排了。指甲不是因为我想涂，啊，指甲不是因为我想涂，但是之前这些手指都有钻，钻被我抠掉了，也是被安排的。也是被安排的。被阿聪搞完了，没有，阿聪现在没跟我在一起，听这个，因为那个啥，去年可能没怎么挣钱，阿聪选择去干老本行去了，选择去干老本行去了。对，都挺难的。欢迎墨西哥，欢迎墨西哥。阿伟不给大哥学个噔噔？提示哥他不喜欢看这种。他就喜欢看那种奶心，啊，奶心。看了你学噔噔就知道你是公是母。其实这个可能他不知道，这个其实很尬的，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喜欢看那种尬的，啊，就是很尬，就是直播间一个水友劲儿噔，他上次在重庆来找我，很娘很娘。啊，很娘！哎，来嘛，我给你表演一个，你就知道了。就上次有个水友来找我，啊，我给你示范一下他找我见我的时候，啊，怎么样的？啊，我给你示范一下这个。他来找我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他屁股一翘，啊，这屁股一翘，阿雷，我要来挣你那两个大不丢，我要去睡，风都把你的供桌，然后来了以后就是这样。
阿伟，我挣不了你的两个 W 雕，我要回山东了。啊。就这个样子的。啊，那个水友真的。那个水友太变态了，真的。屁股背着你要两个 W。就是我给他开盘，他说他能睡丰都大帝的供桌，我去了不是去了丰都鬼重庆的丰都鬼城嘛。啊。他说他在直播间口嗨。他说阿伟我能我。啊不，最开始是这样的，我去了丰都大帝的那个地方，然后吃了一个丰都大帝的。感谢提示哥的肥姐，感谢提示哥。必须。感谢提示哥的肥姐。我去吃了一个丰都大帝的这个贡品核桃。啊，他看到了，他说你这个不是小意思吗，我能在丰都大帝的那个贡品桌上然后躺一晚。我说让他来。给他两个 W。啊，他第二天开着车就来了。到了现场以后就像我刚才那个样子。然后又回去了。不是两个 W 是什么？丰都大帝那个贡品桌上，你要知道贡品桌是什么东西啊？其实，当你到了现场，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当你到了现场，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啊，黑死鸡巴人，用四川话说就是黑死鸡巴人啊，太吓人了。吓人。哎，那个多多看一下就行了，天天把屁股翘起的话，就是多多少少对直播间的水友们有点不尊重。啊。人有都吓人了、哎、当时你可能没有看，当时你可能没有看，你当时看了你就知道了。真的好吓人。真的好吓人。本地人都不去那个地方，它是一个废弃的荒郊野外。废弃的荒郊野外，我当时是打着出租车去，出租车都不敢去，本地人都不敢去，知道不？你那个丰都鬼城，你可以搜索，你可以在用某音搜那个，哎，那个叫什么？什么国公？鬼果神功，好像是鬼就是人鬼的鬼，国是这个国家的国，神果哦，鬼果神仙的神，宫就是宫殿的宫、哦、你们可以去搜一下。我又不怕我清明节去河边堆堆探险的，好吗？那你当我没说，其实这个你当我没说好吧，你就当我在放屁。当我在放屁啊。狠人。你是狠人。啊嗯、多多那个不叫偷吃，你看我吃了是不是身体倍儿棒，哎，出门都遇好事儿，对吧？本地人都没去过，对啊，日子哥都是重庆的，他可能都没去过。你去看吧，去看吧，搜丰都鬼城，还有那个鬼果神功。
那个不叫偷吃多多，就是在我们四川来讲啊，那个东西吃了是有好处的，可能每个地方不一样。旅游区是旅游区，它还有一个废弃的，你要说鬼火神宫，你不要说丰都鬼城，丰都鬼城是个景点，里面有奈何桥、孟婆汤、黄泉路、十八层地狱、阎王。你牛批，你牛批，但我没说。潘董哥，但我没说。我也不做，亏心事啊。贡果好，对啊，反正在我们那边吃的贡果就是好啊，就是，就比如说清明的时候，把那个贡品拿去贡了以后，还得拿来自己把它吃了，还抢着吃嘞，大哥给刘总口红安排上，就是老变态，不能搞低俗啊。咱们玩可以玩，闹可以闹，但是不能，一定不能搞低俗。那个地方绝壁有蛇，它是荒郊野外又是废弃的，啊，以前的鬼城在水下面，那个狗都不敢去。对，拜完就吃了，所以说可能多多他们那边啊，可能不吃这些东西，但是每个地方风俗不一样，啊，绝对是好东西啊。对吧，我吃了那个贡品以后，我这真的就干啥都很顺了啊。阿松现在在干嘛？阿松现在在成都，听这个，他在成都，应该是要打算自己开一个，那个啥，开一个餐饮店，啊，整个餐饮店。丰都老鬼城如果还在的话，估计更恐怖一些，那不是更恐怖一些，那要吓死人。现在的丰都鬼城已经就是说。怎么说呢，旅游景点嘛，你搞得太吓人的话没人去，都怕啊，都讲一些鬼文化了，都讲，就是讲，哎，在你在生前要多做好事啊，不然你老了以后啊，你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啊，这种他有个屁的钱，他有个屁没有钱，他做店估计都是他爸给他投资搞。他那叫没有办法，吃了贡品后，太阳落山，双脚后双脚都是你的悬空的。那些都是开玩笑说出来的话。我不知道他具体做什么餐饮，欢迎贝勒爷。具体做啥餐饮不太清楚，反正是搞餐饮。啊，卖不卖冒菜不太清楚。应该搞一个。水下潜水，他没丰都，他没有在水下。当地我去问了当地人，他就是在丰都鬼城的，现在的丰都鬼城的下面，啊，老鬼城就在那个下面。他说，他并不是在水里，
说实话，他要真的在成都现在去干冒菜，可能真没那么好干。你说卖个面条，啊，夏天来了卖点冰粉，我估计还要好干一些。不是三胎，不是三胎。再加上他女儿可能这儿动手术，又花了不少钱。所以说他现在比较着急挣钱，但是有的时候你这越着急挣钱，搞不好就是越挣不了钱，知道吧？他女儿烫伤住了一个月的院，开水把这个脚，我拿手来打个比喻啊，这是脚啊，到这个大腿一片全部烫伤，做植皮手术。就是难受啊，住院都住了一个月。所以说他，哎，也难，啊，也挺难的，反正。他小女儿很小，才几岁，才上幼儿园啊。花了多少钱？他这次好像花了四五个。而且他那个手术要从。就是长人，他女儿长大一点要去做，去医院做一下，长大一点要做。反正表哥说的做到大要花50个，啊，要花50个。小孩真的容易烫，烫好不行。发生了很多事嘛，其实没啥事儿，就那个事儿，其他也没啥事儿，啊，其实最大的事儿，也就是去年没挣到钱，但凡是去年挣的钱，他就是再怎么他今年也会来，报销好像60%，但是有的药品不能报销，不是说所有的都能报。就是后续要花很多钱，所以去开店的。对，差不多吧，你可以这样理解。啊，干直播挣，现在挣，想挣那些钱难。麻醉就不能报，对，很就是说有的东西他能报，有的东西他不能报，知道吧？像麻醉啊，那种止痛的啊，表哥跟我说那个止痛的好像都是4000，但是也报不了，那种就报不了。欢迎墨西哥。加油，努力干一年直播，那么好挣，土哥们儿，啊，你以为是捡钱啊？81级了，TC 哥，工会刷的，牛逼啊，81级，没有，但凡我现在是81级，你觉得表哥他能不来吗？啊，赚那么多，我都不好意思说81级是亏本。直播间的观众们知道，啊，都是工会上的，啊，上的。很喜欢主播的一句话：干直播就给捡钱。对，干主播就是捡钱。其实你看月榜就知道了，啊，听这个，你看月榜就知道了。全自己上的，像我们这种主播真的是能勉强的活着。你说百级主播不赚钱，那是说给你们听的，兄弟。啊，能做到百级，
那肯定有他的那个优点啊，不挣钱他也做不了一百级啊，对吧？只是挣多挣少的问题。你还真以为主播搞慈善的什么天天亏天天干啊，年年亏年年干，对吧？有的东西听听就行了。周，我说的月榜，周榜是俊泽哥，我说的是看你看月榜，不是让你看周榜。周榜都是真实的。那你都能意识到不好干，那你还坚持？最起码我现在能坚持，我能，就是说，不亏本嘛，对不？我不亏本的情况下，甚至有的时候好一点还能，就是挣点。那我为什么不坚持？你说我，哎，这个月亏，下个月亏，妈的，每个月都在亏，我还干个锤子，我干。实话，对不？周榜还有尼莫哥也在，尼莫哥一直都在，尼莫哥一直都在的。还有安慕希哥啊，其实都在，啊，都一直都在的。都一直都在，但是今天我突然看到你，我真的高兴。走一个，你失恋了？你多少岁，小白？你多少岁？你先告诉我的年龄。阿伟，实话，你啥时候不坚持了，我们也不会刷礼物，也省钱。我知道啊，天天哥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会一直坚持。如果说只能我还能吃上饭，天天哥，因为我的，说实话，我的压力比表哥的要小得多。只要我能坚持，我肯定会坚持，啊！我现在没有想过，啊，什么时候不干？我现在不仅是要想干，我还想把它干好。95的，哪里比我的还要小？不过你这个年龄也该是耍朋友的时候。你有事业吗？没有事业，你听我一句，听哥一句劝，啊，你这个年龄该奋斗的年龄，放手去奋斗，不要成天沉迷于啊儿女私情，你喜不喜欢我，啊，我喜不喜欢你？现在这个社会非常的现实。非常的现实，95是不小了，啊，没有错，是不小了。但是你如果说没有稳定的收入，没有，啊，啥的话，拼命的去努力。28了，28咋了？现在三十岁，啊，这个30多岁，甚至到40岁，不结婚的都多的一批，都多的一批。知道吧，男人，我以前是小不懂事儿，结婚我都觉得我结婚结早了。第一，先有事业，然后再谈这个对象。因为你没有事业，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话，你结了婚以后，不是说我就是说谁啊，90%会离婚。我没有就说你的意思啊，我只是打个就是说现状，社会的现状就是这个样子。再大点以
后孩子带不大。这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，真的，现在三十岁到四十岁这个之间的没有结婚的人太多了，一堆，真的是一堆啊。你不要想的那么远，你现在就是说，如果说啊，你有事业咱不说，你没有事业，你要想的问题是结了婚以后你怎么来维持这段，啊，所谓的感情，所谓的婚姻，知道不？你应该想的是这个问题，也并不是想啊以后娃娃什么好不好的，那个都是后话了。啊，人生就这样呢。选择比努力重要，奋斗什么有机遇才能奋斗。对，这句话也没错，选择大于努力。你选择对了，稍微努力一下，你可能就成功了。潘多多，我说我前面就跳脱衣舞。农村的确实结婚结得比较早。啊，但是现在农村也结婚结得不早，那是以前了。我第26上次谈恋爱只有两周，然后女方不联系的恋爱结束。我有一个同学也快30了，介绍啊，自己耍呀，不会超过一个月，不会超过一个月就分手。你首先你要明白的一点是，就是说你结了婚谈朋友，你拿什么东西来维持啊这段感情？除非啊女方是富二代不要求这些东西，那可以。太对了，多多，单身自由。你看我现在就相当于说，虽然说我是结了婚的，其实有的时候想想，我跟没结婚的有啥区别呢？对不对？没有区别。拿回来直接套头上，阿伟永远值得拥有。塔爹其实很理解我，知道吧？虽然说他有的时候会在我面前发点牢骚啥的，但是他还是比较理解我。三件事不做，感谢微笑哥的办卡，感谢微笑哥。潇洒的一批，结婚、买房、孩子，这三件事不做，确实，确实。你说现在一个人，如果说真的是一个人不结婚，啊，挣点钱自己吃、自己喝、自己玩，那肯定是够的。而且还玩得很好。阿美记着了，以后后悔的只可能是塔吊。此话怎讲？红哥一个，此话怎讲？韩哥是不是渣男属性？我这么说吧，我给你们就是简单的给你们聊一下航兄，因为我跟航兄线下聊的比较多。航兄如果说敢在我们直播间啊说第二个正经人，非常正经的人，没人敢说第一。
只是航兄把有的东西看得有点透啊，看得有点透。虽然说航兄可能平时也口嗨口嗨，知道吧？啊，我这么说吧，我再这么说，航兄是我基本上见过算最正经的男人，最正经的男人。嗯，这个一点都不带，一点都不带这种舔的成分啊。嗯，一身正气啊。看透了，淡定的。就是你们可能看平时航兄在直播间打的一些弹幕啊或者是啥的，你们觉得可能就是觉得航兄怎么可能是，或者是你们觉得是渣男呀、啊、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啊，真不是那样的，真不是那样。航兄就是正因为太正经了，知道吧？平时不敢做，只能在弹幕里口嗨。暗示的刷点不是暗示刷不刷点，是真的啊。可能我的直播间聊天聊的最多的，不管是直播间聊天还是私下聊天，我跟航兄弟应该是聊的最多的。不近女色，哎，你可不是说不近女色，没有遇到合适的那个他啊，没有遇到合适的那个他。弹幕都和 T 这个学的，喜欢男的懂了，哎，对，你们又懂了。欢迎超哥。欢超哥，欢超哥，欢兄弟们！女人第六感，你的第六感，我只能告诉你是有那么一点点准吧。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你说的那个话，就是说没有遇到喜欢的那个他。啊。